终于来到我们最后一天，最后一天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天，我们最最重头戏的部分了。关键。好，今天我们找到唯一的客人叫做圣山长老啊。那当然，这个圣山这么多年来的变化啊，我等下我们请我们几位讲师来跟我们谈一下这样的变化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不浪费时间，我们先把时间交给圣师。等一下，好，各位同修，大家早。今日吼，大家今是较第五天，最有福气的一群哦。啊，我想讲，咱是不是先来看影片？看完影片之后，我们再来聊一聊。好，好不好？好，看一下我的呕心沥血之作。
谢，多谢大家观赏哦。啊，唔知大家看这十分钟的影片有啥物感觉哦？可能咱来看，嗯，我想去先哭，不是观众先哭，太严重了。我在想讲哦，这个影片里面人物比较少，那人物比较少的时候，大家会觉得说，我来的时候你刚刚那个感动好像会少一点。可是我要呈现的就是说，那你信说啊，并没有到有，然后怎么样的改变？就像昨天杨医师有讲的，伊讲咱的性刷是每一礼拜每一礼拜咧改变，但是我感觉伊应该是每一天每一天拢咧变，无时无刻都在改变啊。所以你拄只看我的影片，看得懂我在表达什么吗？可以。然后同学问我讲，我觉得吼你拢袂紧张诶，其实我甲大家讲。我不是紧张，我是不知道要表达这个东西，接到说要做这个的时候，我就想说时间很久的话，我想说把妈妈吐把妈妈吐，想到了来看等下照片走廊这样的，就是开始看，看了就开始回忆啊，回忆啊，那大家那时候啊哪做完戏就快乐的，然后就看了看了，时间又过了，哇，相片都没了耶，我明天才又开始好了，所以每天都这样不断的到一月三快三十号了，我开始叮叮完了，哎呀，我一月底播出来，我二月初会跟您分享，会分享上面，而且我照片那种非常薄的东西，一定要，我是一张一张看的，下面是一张一张看，然后每天这样子看的，所以我电影够把这几年的那个圣山的那个日记啊，全部再看过一遍，然后看的时候，等一下我看到。又有欢笑啦，然后又有泪水，跟你那看那哭，然后哭是看到那赞鹏胖笑，然后自己就在那边哭，然后到一月底那天我排休，我就想讲袂使呢，我物件拢还袂出来，我咩那得去啊？然后其实在之前我有做一个梦，然后我做梦我就跟杨医师讲，我说奇怪，我怎么做那个梦？那个梦境很奇怪，我想跟这个导演片有关系，所以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有啊，讲完好讲没完，因为我想讲我可能几分钟而已，所以我打算说这个饭我就不讲了。对，然后我讲到哪里哈？我做了一个梦，那个班哦很乱，乱七八糟的，然后你可以感觉到就是说那个非常的不稳定就对了哈。那你对，但所处的这个社会非常的不稳定，可是那个不稳定你看不到。你只感受得到那个磁场或那个气不是很好，不是很稳定，然后各方面上。